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。祝福你今天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。十架七言到了最后，圣经里面最后的一句话的记载，这一路走来，你看到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从饶恕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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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我们经验神的话一定成就，让我们经验他荣耀的应许，让我们经验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个宝贵的得救的确据。然后谢谢主为我们的罪，他承担那个罪与神隔绝，以至于我们得到荣耀的盼望。在十架救恩里面，我和主可以恢复那个爱和生命的关系。昨天他说，当他断气的时候，他是说，我把我的灵魂托付给我的父，交托给我的父。谢谢主，撒旦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无能为力的，死亡在我们身上是没有权柄的，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。然后在四福音里面还有一个记载，在耶稣断气之前说了一句话，这一句话翻成中文只有两个字，叫做成了。你知道这是多大的一个恩典吗？没有一个人在断气的时候说成了，只有这一位神来做人，他做成了天父上帝要他来做的事情，成了，而不是完了、死了、糟糕了、惨了，不是成了。谢谢主，耶稣最后的这一句话是成了，做成了，这告诉我们说他是那位荣耀的真神，天父上帝用他的独生子，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人世之间，道成肉身，神来做人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完成了那个救赎之功。因此当他断气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最后说成了。成了什么？完成了救恩，完成了他在地上要为我们的罪所完成的那个救赎之功。这是多大的一个恩典啊！谢谢主，每一次读到这里，心里都很感恩，说，真的，他可以说成了，因为他知道他为何而来，他知道他是谁，他是独一的真神，他知道天父上帝差派他来的那个 job order， 那个神对他的那个任务托付是什么，他清楚知道他是谁，他的任务是什么，然后他完成了神给他的任务，以至于他说成了。谢谢主，当他说成了，我们就得救了，我们就有盼望了。我这个原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年龄越大越多知道，什么都知道，知道应该这样，知道不应该那样，可是行善无力，拒恶不能，这是不是我们的人生？很多事情该做，行善知道应该做这些好的事情，行善无力，通通知道，可是没有力量去做，拒恶，该不应该去做的那些不对的事情，通通都懂，可是拒恶无能，我知道，可是我做不到。是谢谢主，这一位独一的真神，
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感谢主，他不只是死在那里，他复活升天，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以至于他一说成了，我们就得救了，得着那个耶稣给我们的新生命。在圣经里面，耶稣说他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，得一个新的生命，得一个有力量的生命，得一个不会什么都知道就是做不到的那个旧生命，而是一个靠着他给我们的新生命能够改变的那个新生命。谢谢主，他说成了，你我得救了。当这个新生命进到你我里面，谢谢主，我们也开始拥有一个全新的、有力量的、会改变的新生命。中的主。